大家注意，我再明确一遍任务。我们作为先头部队，渗透边境，肃清哨站，然后呼叫大部队。前面就是森林的出口了，随时可能遭遇敌军，提高警惕，保持队形，继续前进。 敌军已肃清，周围安全，继续前进。 队长，森林出口有动静。看来有敌军听到枪声了，找好掩体，准备防御。 敌军已消灭，趁现在赶紧离开森林。 根据地图，我们需要穿过前面的农田，然后向东。当心，农田里有埋伏，稳住阵型，消灭他们。 小站就在前面了，一鼓作气拿下。我大人在正面吸引火力，你从侧翼迂回包抄。
哨站已肃清，通讯兵给大部队发信号。西北方发现大量敌军活动，似乎准备反攻哨站，快用重机枪进行防御，务必要冲到大部队到来。去支援先头部队，伏击。之前的战斗打得不错，正好连队准备重新调整一下小队编制，就由你来担任队长了。接下来的任务是扫荡残余的敌人，各小队检查武器，准备出发。我们击退了敌军的反攻，残余敌军撤退到前面的兵营了，需要彻底肃清敌军才能完全确保哨站安全。带上你的小队向北，我的小队将向西，我们打一个包围。我的小队也就位了，开始进攻。
干得好，你可以趁现在搜刮弹药或者休整队伍，准备好了我们再继续前进。前方不远处的教堂有一门敌军火炮，封锁了小镇的主干道，我们需要消灭教堂的敌人，为装甲部队清除威胁。前面就是教堂了，敌军居高临下，占有优势。我的小队先在右侧牵制敌军，你伺机发起冲锋。等你的小队发起冲锋，我的小队会迅速跟上。教堂已肃清，呼叙兵，呼叫装甲部队，告诉他们可以进军了。队长，教堂西侧发现大量敌军活动，看来敌军打算反攻教堂，所有人移动到西侧准备防御。你可以搜刮一下附近的弹药箱，看看有没有武器可以加强一下火力。已经开始进攻了，务必要接触到装甲部队到来。
敌坦克，左翼。装甲部队还没到，说好的飙车呢？这次战斗完成得很好，现在去通知装甲连吧，他们会协助接下来的任务。前方侦察到敌人的机枪阵地和装甲单位，先让我们的坦克开路吧。之前的任务，现在轮到我们表现了。保持队形，向巴黎前进。前方发现敌军阵地，展开战斗阵型。呼叫装甲先锋，呼叫装甲先锋。装甲先锋收到，指挥部请讲。侦察机报告，有多辆敌军坦克正向你移动，做好防御准备。装甲先锋收到，所有人各就各位，摆一个口袋阵迎接他们。
军坦克已被摧毁。干得漂亮，装甲先锋。前方不远处有一座敌军军营，请等待友军步兵抵达后一起进攻。装甲先锋明白。来了来了，你们竟然已经冲这么远了。冲冲冲，开始进攻。这个速度，这个月我们就能到巴黎了。装甲连的小伙子们已经扫清了障碍，接下来该我们上场了。出发前再检查一遍装备，还有别忘了和炮兵连协调一下火力支援。